你是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平衡的呢？对我而言，生活需要带点香气，才能在忙碌的生活里找到一点空隙，给自己喘息的时间。这就是我爱上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doTERRA 纯正天然无毒精油的理由。每天早上梳洗以后，我会将 Clary Calm 涂抹在我的下腹部，来调整和平衡我的身心。之后我会把调配好的精油乳液来保养我的皮肤，让我的肌肤达到保湿和滋润的效果。精油乳液中含有 doTERRA 的 Hand and Body Spa Lotion， 加上 Patchouli、Frankincense、Lavender、Geranium 和 Yarrow Pop。每天外出，我都会从芳香调理心情套装里随手抽一支精油，来维持我一整天的好情绪。那中午时间呢，我最喜欢使用 Wild Orange 和 Peppermint， 各一到两滴，滴在手心上搓揉，做吸嗅来提振我的心情。这样呢，就能轻松地将午后的睡意给赶走。经过一天的工作，回到家洗好澡，当然少不了晚间的护肤程序。我会将 Roman Chamomile 加在爽肤水中使用。 Roman Chamomile 可以促进肌肤健康，也带来镇静的效果。接着我会用 Frankincense 加上风六椰子油，稀释后直接涂抹在我的脸上。 Frankincense 可以促进肤色洁净透亮。在晚间呢，睡前一定少不了熏香，我经常会熏香有助于睡眠的精油，像是 Lavender Peace、 Hawaiian Sandalwood、 Petit Grain 等等。最后我会使用 Deep Blue Rub 涂抹在我的肩膀和腿部。忙碌了一整天后， Deep Blue Rub 可以帮助舒缓我疲惫紧绷的肌肉。忙碌的生活除了适当的休息以外，我们也可以借助天然植物精油的香气，融入生活的每个细节来疗愈自己。这也是一种自我放松和调节身心灵平衡的方法哦。从今天开始，大家不妨和我一起用 doTERRA 精油来宠爱自己的身心灵吧。